请你们不要拿这种病毒的东西来开玩笑。现在的病毒将危险，我们是要帮那种辛苦的人，需要你们不要乱讲话。请你们要求你们人民不要开玩笑这个病毒，因为现在你们弄到我出来做东西也是很麻烦，大家以为我死了，然后我昨天又验了那个 COVID 又没有事啊，请你们不要开玩笑啦，这种事情，因为当作你们有事要我帮忙，你们可以联络我，还是联络市议员。因为做工那时候我们要去拿那个 COVID 的尸体，那时候我们有穿那个衣，防护衣，还有消毒水，还有保护自己的安全。今天我来警察局报案呢，是要你们不要还乱讲东西，因为这个东西会害到很多人。我就找那个市议员 DAB 来警察局跟我一起跑一个钢刀。他们不要拿这种来开玩笑了，因为这种对大家都是不好的，因为他这位老板是在帮要搬平头平头人家，希望每个人遵守自己的声音啊。